我知道，你有心结。你觉得你一直在被放弃，被妈妈放弃，被球队放弃，被羽毛球放弃。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比你多10岁的人生也差不多，根本没什么选择权。你知道吗？我下定决心从艺术离开，就是因为我听了你说的那句：放弃有的时候。 就是比坚持更勇敢，所以我走了。我不管别人的眼光耳语，加入网球俱乐部，也是因为你说的。人有很多害怕的事情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那些在我完整价值体系里犹豫不决的事情，就是可以被你最简单直观的几句话打动。我说的话，对你影响那么大吗？ 我被打动的是你那些话里暗含的勇气，那是我从20岁到30岁比胶原蛋白流失的更快的东西。我也是第一次加入网球俱乐部当经理人，所以我很想邀请你跟我一起试试，万一我们做到了呢？毕竟网球场上永远都不会有18比18。